这游戏讲一下感想吧。啊，怎么讲？我要讲什么？哎，刚刚一开始你怎么讲一下。不是说要那个大家就是要看谁抢地盘，然后后来我怎么变成一个？我们现在是要录，已经在录了对吗？啊，我变合作游戏耶。觉得超赞的，这新游戏喜欢。对，这叫格格不入。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最后把全部放上去，而且我们中间是最后到最后剩五六个时候，我们才开始要合作这游真戏。的，我觉得我们很还放，感动真的，要不要讲一下？看到了人性的真善美。那如果我们刚刚没有这样子合作的话，你会说出？我看到人性的险恶。你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？哎，我们最后几步才在那边想。对啊，我总觉得好感没有，动哦。我们还想说要让你放对啊，我们都让给你耶，我们都互相让哎，我们有孔融让梨的精神。什么东西啊？太贵了，什么天帝王特我权？们重新弄好。要不要讲一下这游戏如何啊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然后我更想要四个人玩看看，感觉会更拥挤。我觉得四个人应该放不完吧？更考验我们所谓的人性。因为那个位置更小。真的，应该会很难放。如果我们现在把黄色拆开来放，看看有没有放全部放进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超市激烈，我天哪！你不要这样子拍啊，会。要这样吗？对，要这样子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最阴险、最邪恶的大坏蛋。什么？刚刚一直在让位置，哎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刚最后让位置，还帮 Linda 想到要怎么放，哎。我们放完还帮你想要放。对呀，啊，怎么说我险恶？我是很好心的。看不出来。我人以好为出名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这就是你太逊了。好啦，那个之后像是 Iris 啊、Christine 之类的想玩的话，欢迎来玩。这游戏会看到底是你有一群好朋友，还是一群坏朋友，在那边到处挡你路，还是到处救你的？大家下次再玩吧。不好，不好什么啦？你还是你比较想玩那个什么抵抗组织，在那边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个游戏？是什么？忘记了，你玩过吗？就是说好人跟坏人的啊，就是要投对，然后选好人坏人。他应该比较适合梅林是吧？对，传说中的梅林，对不对？找不出来，烂游戏。到底谁是梅林？找不出来的游戏。好啦，今天玩到这边喽，下次大家再来玩，拜拜。谢谢罗杰哥。对，下次再来玩喽，拜拜。罗杰哥，拜拜，拜拜。